占好哥们便宜。不是哥们，你能不能刮个腿毛啊？腿毛？不是大哥，我这腿上哪有腿毛啊？人流光呢。你咋那么能犟，还犟呢？你敢不敢试试？试试呗，咋试啊？你这干啥啊？试试嘛，你要是没有腿毛的话，撕下来肯定不疼。肯定不疼啊，我真没有，你撕吧。试试。嗯，不疼啊？真的呀？啊。来试试这儿。不是，你还试啥呀？都告诉你不疼不疼，没有啊。明显改那块呢。你来试吧，这告诉你没有没有。这回疼不疼？不疼啊。嗯。这回这么的。哎。你没完了。不，你现在后悔还是来得及。我后什么悔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来，那我撕了。撕。不疼啊？真的呀？真的呀？真不疼啊？看这条腿。不是你没完了？你是看我有没有腿毛，还来占我便宜呢？你别把烟呐。